一人站一个位置就好了。敌人还没好哎！啊！你人要走出来了没有？哦，来了！有他们来，他们来！有！在那个北端，北端。有！我在……哎，他竟然还没死！有被解决了，被解决了！有死光了！死光了！死光了！ 换那个哦，南面，南面，南面，换另外一边来了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有直升机，直升机，直升机交给你们了。直升机要狙击枪是不是？这还没死吧？死掉了。不用直升机拿那个步枪打就可以了。我被打了，反正躲进家里。队友死亡，队友死亡，太冲了，他太冲了。他太冲了啦！你不想说他就不要开无双？ 我也快要死了，是不是有直升机在拖我？哎、欸，不，<笑>我爬进来的时候竟然被打死了。等下一轮了，靠你们两个了。哎呦，还撑住，直升机有。第四波快结束了。还早嘞，这边角度打不到，等他们进来好了，放他们进来再打。巧克力后面有人哦。我知道。哦，你竟然用手刀，这样也可以。 用手刀，这样也可以。我来看巧克力，人好像都几乎都颗粒了，只剩那直升机。直升机要怎么打、啊？交给你，我去捡东西。<笑>会被直升机打、啊，我刚刚我刚才是被直升机打死的、欸。好，小心。这个巧克力你要不要去？哎、欸，巧克力还这一次好多血哦、喔。快躲！因为他有吃补包啊。哦。我没有吃到，我都躲在里面。 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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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痛很痛，救救！不行啊！打到吗？有点困难哎，在里面好像打不太到。剩最后一个啦，就是剩最后一个这个了。是不是一个人跑给他追，一个人去打？炸弹超人的实力，丢了炸弹超人呐，丢不到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神呐！哎呦！ 我们觉得巧克力比较有希望了。哎，队友死亡了，巧克力靠你了，把他打下来。我死掉了。那个什么大战超人的，好帅哦！哇，巧克力很帅，帅哦！巧克力好帅哦！很难的吧？打打打打打！等下打就对了。等下，先没有瞄准好，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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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被射中了几下。 直升机太难打了，哎，太痛了吧，直接秒！哇，失败！实在最后一个高潮的样子。哎呦，那拿什么枪啊？机那个机步枪啊？对啊。哦，赚多少钱？2400。地上捡到的。我这样反亏，我这样反亏。自杀超人，炸弹超人。是你自己在那边自杀？等一下，那个抢夺是怎样？有按到的。那个啊，禁术啊。换一个啦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。 那个抢夺，抢夺要没有抢夺是分两队玩哦。你那人不够，继续生存啊！我们刚才生存失败不爽，对啊，骑车比较多钱是不是？对啊，不要了，我们继续这个啦。再一次生存啊！我们要血，赶快回来，赶快回来！我们要强迫你参加我们的战争。来不及了，我刚刚就差一点点，打那么辛苦，2400，我刚才花20000多块买那个武器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在那说什么？干嘛那么拼命？都快哭了。 我刚刚就差一点点了，高精神状态的玩家，红色的。通常这里都没有买，因为我们家买那个榴弹枪才有办法去打那种飞机啊，没有飞机。你刚刚应该让我去跑，跑给他追。你给我买弹药要5100耶，那我刚才赚的钱根本完全都没啦。你不要买弹药，我们直接开始了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就买个，我可以赛车就好吗？可以赛车，你都是压榨我们的血汗钱陪你赛车，这样。不然就玩一个什么活动啊 ，PK 的活动，我觉得也赚蛮多钱。好了，打完这一场我们来 PK 啊，好不好？最后一场生存，好不好？好。最后一场团队合作，哎、欸，老皮，你真的很不喜欢团队合作呢。
女团队合作就会一起死啊，一起死。他希望就是我们死他活下来。我要躲在那个摩天轮上面打。我要换枪。对，机关枪。跳不过去吗？我们可不可以坐上去啊？不行，上不去。我已经好多枪了。准备第一波。对，先去拿一些枪。这里有一把。还有吗？正在退出生存战，什么意思？谁在退出？我啊。为什么？说前往械斗地点啊！有了。哦，在上面，在后面啊。哦，他们来了。那些都不是对手啊。都不是对手，小嫩逼而已，是不是？对啊。第一轮的话，在哪都可以打得赢，好不好？第一站而已嘛，是不是？对啊。第一站是捡东西、累积实力的，是不是？没错。你怎么看不到？差半个人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还有敌人。你那边还有啊？我过去看一下。好了，我杀完了。真的是送麦当劳来的。送麦当劳的啊。对啊，送披萨。麦当劳欢乐送，然后就被杀了。老皮赌输披萨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就站着。什么时候你要跟我赌一下？有空来啊，有空来赌。空来赌是不是？好啊。干嘛这么辛苦？我直接吃你吃披萨不就好了？不行啊，就要赌才有那种，才有 feel 是不是？赢了才爽是不是？对啊。因为讲真的，我也不会在乎那些披萨的钱啊，就是重点是爽，赢了就爽。对，赌一个打一个赌这种感觉就不一样，好吧？懂，我了解，我不介意输会尴尬。也不是啊，就是觉得就是打赌好玩啊，反正本来就是要请他们吃啊。应该说，反正就自己想要就想要吃啦。地上这么多钱，就这样走过去没人捡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我完全没有打到人了，是结束了。这是靠队友 carry 的玩家。哦，任务不需要存钱呐、啊。哎呦，哎、欸，冲锋你杀好多人哦、喔。对啊，好猛哦、喔。嗯，不好意思、啊。得了。上次我看到有人用这个来玩那个什么全员逃走中、欸，哎，改天我们来玩一下。全员逃走中好像不错哎、欸。就要把地图关掉，然后我们再来玩这样子。可是人要多啦，就是人要多一点点。不然 Hunter 一个，然后生存者两个，那怎么玩？有车，我爬上去。好，给他吃护甲，给他吃护甲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躲在这里。哎、欸，谁正式退出？没有，因为你离太远，就会他写东西写退出啊。回来了，我刚才爬上去，所以他叫我退出哦。北方交流，你们照顾一下我啊！我现在到处乱跑。到处乱跑，到处捡钱，捡地上的钱。哦，捡装备，捡装备。对，捡装备，让我们有更多的火力，突击步枪。我是在问第四场做准备，好不好？刚刚我们输了第四场。那大家当然也会一样会有飞机啊。哎、欸，我捡不起来了，我已经捡满了，好不好？其实我已经捡满了。你根本捡免钱的嘛？那我这边就是在花钱的。前面这边练等级练很快啊，你可以练枪法、啊，你的枪法会升级这样子。谁叫你花钱买的？我花钱买了，有敌人了。花钱找罪受啊！亮亮，后面是有人。看到人了没啊？轰轰我！开爽的而已，枪都开爽的，都没打到人。人呢？人都被你们打完了，这么快哦、喔？太多了啦，挡不住了。不会啊，老皮这么神。这边吗？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了。有。好了，我好像一个人都没打中。哎呀，我好像一个人都没打中。六个，有在努力啦。我没有，我完全就在鬼混。价格大概多少？大概。4-5万、5-6万吧，4万多啦，是5万多。我完全就来捡钱的、欸，捡钱大对抗，高阶步枪。哎、欸，地上还有钱，再捡。对呀、啊。好了，这里。好，来，正面来了。这里吗？对，老皮那里有。另外一边更多哎、欸。这边没什么的，你那边一个而已。哪有？这边开枪射人啊！哦，榴弹枪，我讲那个机步枪了。我
这边有两个。哎，丹丹，我看不到那个。哎，可恶！我，你刚才没胸有成竹。对啊，我刚刚没有打躲到柱子里，被人家直接干掉了。太蠢了，太蠢了，太蠢了啊！太蠢了，太蠢了，太蠢了，太蠢了啦！啊，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！来看老皮的视野啊！好多哦！天啊！后面有人，太多了吧！我刚才太冲动了，我不应该做这种事的。摄影机模式，我看着老皮啊，老皮，看我帅气的英姿。对，哇，有没有补血的？有，那个位置还补血啦，在那个小那个这边这边。对，我看到。对，有吗？那边还有，后面还有台汽车。快要了，快解决了。哎，再一个了。有。最后那个是什么？车子吧。那人呢？来，终于来，终于来了。他们在，他们不会倒车啦。哎、欸，杀手不会倒车是怎样啊、欸？太好笑了，真的。干嘛、啊？不晓得你去把他干掉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他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先生啊，会不会倒车？会不会倒车？我觉得他们还在倒车啦。我很逊呢、欸，我们不能走到那么远，超蠢、啊，太好笑了，白痴哦、喔，拿狙击枪狙击啊，打不到，打不到，太好笑，太愚蠢了，太白痴了吧？哦，哎、欸，他们好像反而射到我们，是，射轮就好了吧？啊，上来，他终于来了，嗯，上来，搞笑吗？好，打到了，太好笑了。到底好北烂哦！太白痴了啦，不会倒车，进门都进不了。这种杀手我第一次看过。我先到女厕一下啦，我现在有点忙啊。女厕，哎、啊，我捡到火箭炮了。欸、护甲满了，好猛！哎、欸，没有啊，火箭炮被他捡走了。哦，他有发火箭炮啦，就是刚才那个人死掉，他把火箭炮乱用。他刚才拿火箭炮去打车子啊。哦。所以就是变成说，我们后来他打不过。哎、欸，别人来了，别人来了，多好！别人要来了吗？为什么都捡到这种卡宾步枪？好像也还好。是嘞。喂、欸，我先让你们先去冲锋陷阵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我先躲起来。活着！哎呦，里面还有人，里面还有人冲过来了，里面还有冲过来了。我怎么觉得有人用榴弹打到我？好痛哦，有点腰包。前面有那个，我是护甲的。那个好，那个还没死掉。等一下，这里好像有人。让我吃包。这里有好多人哦，人都躲在哪里了？人都躲在哪里？哦，后面有人，应该死了吧？死了，这边死了。直升机应该来了，小心一点啊！有，我有看到了。小哥，你后面，小哥，你后面，你后面。好，我解决掉这个了。哎，直升机好凶哦！小心直升机哦。哦。我又被直升机偷打了，又快要死了，赶快躲屋子里面啦！有啦，我现在在屋子里面哦，在投篮机了啦，打地鼠了。我拿那个球来那个掩护，我有球，你不要靠近我。我看现在要怎么对付直升机？你拿火箭炮轰他、啊！快投！没有火箭炮啊！吃护甲，我去吃护甲。直升机超凶的，赶快跑！直升机追过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可是我没有枪可以对付直升机啊！躲起来！直升机超凶的，有一个人被瞄准了。散弹枪、突击步枪多少应该可以对付啊？他火箭炮没轰到啊！我死！哇！哎，谁没轰到？哇哇！哎 ，no！ 我要跑啦！
被打死了，可恶！完蛋了，你也死了，我也死了，而且我好像是被爆掉的。现在关。